妈，我上学了，想我不？想你啥呀？这都俩月了，可算是走了呀！我的天哪，在家吃的除了吃就是睡，一天一天的呀，跟猪似的呀！你可算是走了，我们可算是清闲了，真是。鸡腿儿就让你给偷吃了，我吃口鸡腿儿怎么的了？给狗吃不用给我吃是吗？给跳跳埋的知道吗？我吃一口怎么的了？吃条饼干去。你干嘛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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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神经病是吧？妈，我要找对象比我大三岁行吗？行，比我大三岁也都行。哎呦天哪！你说你这学校啊，哪儿都好，离家也远，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假期太长，在家待的时间太长了呀。妈，你穿这么漂亮干啥去啊？啊，穿这么漂亮干啥？你今晚上走吗？我跟你爸出去喝点去。啊，哎，对，你今晚上走是不用妈送了。哎，这么大了，我跟你说也不用送了，自己走啊，路上小心点见呗。啊。妈呀。我怎么这么好看？臭美，这脸黄。哎，妈呀！我的情都是为你陶醉的。死过去了，我这一首歌唱的那个得分呢，唱的蛮好的。你除了化妆找的小漂亮，你本身本人根本就不够，你本人的找小娘子区别大得很。发型了。下午去上课了没有？嘟嘟嘟嘟，你个死哦嘟啊！也得管你这样东西，说吧，借我脑袋试试。我们医院现在啊，急需要一个小孩的光头，因为那些护士，他们好多都是新来的，业务特别不熟练，有的时候来了小孩，重病人需要在脑袋上扎那个输液针，他们老找不着静脉，所以他们得找个人练练手啊。我脑袋上扎输液针，妈，我是拎假来的吧？